家好，我今天出来玩了，然后我这个地方智齿它因为发炎了，然后这个地方就鼓起来了，我自己是非常感觉很明显，就这两块。然后现在准备去看那个，看看风景，好疼啊！今天还要去看一下牙。这里就是离我巡演的地方特别近，看一下，就是下面还有这个小摊。然后今天一会儿就回家了，然后学学习，做做歌，锻炼。今天的 vlog 就结束啦。